萌萌啊，你这么帮他，你是不是喜欢他呀？对呀，你是不是喜欢他？哎呀，你们别往那方面想，我喜欢你，我喜欢你。哎呦呦，就你会讲话。好，好，哎，这个刺激他，开导他，交给老爸了。也交给我，我们一起刺激，一起开导他。对，就是，好，好，好。 昨晚没睡好啊？没有，睡得挺好的。想睡不好也难，这儿好山好水好空气，嗯，又没有雾霾，人呢都精神不少。哎，叔叔你坐。哎，刚起来就坐，像话吗？走，跟我买菜去。哎呦，老牛！哎，李婶儿。哎，这毛家女婿上门了，他是。 我远房姑妈表弟侄家的大外甥，大外甥，嗯，这年纪可大了点儿。行，回见啊，回见，回见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怎么这么一大早就去买菜啦？早上的菜新鲜嘛，啊，来，来来来，泡上，嗯，去洗洗水啊。嗯，你们也洗洗手，准备吃饭啊。好好好，嗯，你们快来先吃，别一会儿凉了啊。 嘿嘿，跟你说啊，小鹿今天帮我砍价，砍了3块2毛钱呢。今天晚上的凉菜出来一个啊，就算是小鹿请客的。哟，鹿总都会砍价了。嗯，小鹿，这是阿姨特意给你做的煎饺啊。这个吃饱了以后，待会儿跟我一起把房间再好好的收拾一下。嗯。 小鹿，你会杀鱼吗？扒一杀条鱼吧。来吧，来吧，来。小鹿啊，哎，别坐着了，去打点桂花酒来，过中秋节要用的。好，好，好。哎，带钱了？有。小鹿，哎。 你干嘛呢？千万别老坐着，这人一坐时间长了就有惰性了。哎呀，哎呵，来去，把那花花草草都给浇上，他马上他妈喝足点啊！来，那几个，对。哎呦，啊，哎呦，你啊。 还以为还是你爸呢，你爸睡了？睡了，姐姐饭喝点茶。怎么样，这一天脚不沾地的，过得挺充实的。充实？我怎么感觉你是给你家找了一个免费的劳动力啊？还笑啊，幸灾乐祸那样。 又能怼人了呀，陆总。哎，你说会不会是因为你爸知道我以前那么对你，他存心报复我？怎么可能？